今天是2023年6月30日星期五，昨晚在香港举行的2023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，相信大家都已经看过了吧。这次轮到香港的粉丝幸福一把了。周深在第三单元压轴出场，演唱了一首粤语歌曲《湾》。在周深前面的曲目很多都是合唱，而周深能够独享舞台，也充分说明周深在演唱方面的影响力确实超群。而且周深本身也是为大场面而生，参加的大大小小舞台不计其数，现场能力更是毋庸置疑，完全不去考虑假唱的问题。舞台交给周深就是一个字，稳。当打之年大场面歌手完全不用担心。而周深当然不负众望，歌曲《湾》的完成度也是非常的高。而且周深在唱主歌的部分的时候，利用大量的气声去对声音进行修饰，实在了不起。在这里小编想要提一下的是，在该晚会播出之后，网络上的相关话题热度和讨论度都很高，其中话题港星赢得很彻底，尤为突出，得到了大量的支持。不过虽然如此，话题周深修音箱第一人同样也引起了广泛的热议，同样也得到了大量的支持，周深也成为了当晚为数不多被认为是太长脸的艺人。海外同样也是一样的，如果大家看过油管中国电影频道官方频道的话，可以看一下视频的封面，封面只有十位大咖，其中五位港台艺人，五位内地艺人。而在第一排的六位艺人中，只有两位来自内地，分别是黄渤和周深，而且他们是对位，也就是说一位是影视的代表，一位是歌手的代表，而周深还是一位新生代歌手。在几百名艺人中，周深能够有这样的位置，足可见官方多么看重周深了。视频的最后是周深的歌曲《翡翠冒险人》拿下了最新一期的 QQ 音乐动漫音乐榜的周榜冠军，实现了二连冠。不过周深六月份断更还是有一些小遗憾的，对此你怎么看呢？欢迎留言评论，同时欢迎订阅我们，每日都有精彩更新。